大家好啊，我是花童。今天花童带大家做一个蹦蹦床的教程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需要用到哪些工具：硫磺精砂、粉色硬砂块、粉色毛毡，还有这个围栏。之后，我们在这个空地上放上几个粉色的方块，大概放四个就可以。之后，在这边再放几个。把它围过来就可以。之后我们把这给空出来，放上我们的硫磺精砂。之后用我们这个粉色的毛毡给它铺上就可以。铺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之后我们用这个围栏，在这里放上两个就可以。之后在这边再放一个，放完之后是这个样子的。之后我们在这个栏杆上面放上我们的粉色硬砂块。之后给它围起来就可以，围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之后我们这个跳跳床的教程就做完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学会的话就抓紧做起来吧。大家还想看花童做哪些视频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